好，同学们，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讲这个范文。上周澳大利亚考的这篇文章，对吧？你们都不会写啊，给你们写了一个范文啊。Some people think that jobs can provide not only income but also a social life. Others think it's better for people to have a social life with people who do not work with them. Discuss both views and give you opinions. 我们还按我们 step by step 来分析这个题目然后。我知道现在很多同学都会觉得可能范文对于你们来说理解起来会比较难，所以我这篇范文用了最最最简单的词组去给你们讲。然后呢，这一套方法的话，如果你不理解的话呢，我建议你去看一下我们付费课程。实际上我把那个链接放在这个下面，你去看付费课程的第一节课，这节课程是完全免费给你们看的。看完它之后的话，你就可以更好来去理解这些范文了。所以我建议你们一定要把那节课去看一看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首先这个题目的类型是 both views 的题目。然后呢，你的观点，接下来就是第二步，就是你要去确定你自己的观点是什么。那你自己的观点的话，你就来分析一下这个题啊。我们来看啊，它前面是说的是说呢工作可以给我们提供钱，对吧？同时还可以让我们有一个 social life。 什么叫 social life？ 就是你可以在工作地方交朋友。然后这样我们就会想说，哎，在工作地方交朋友和这个第二个观点，也就是说你可以和你最好是和工作以外的人去交朋友，这两个观点是不是冲突的呀？你实际上这个问题最简单就是问你说，和你的同事做朋友这件事是好还是不好，你知道吗？然后你现在就在想说，你的朋友圈里面有没有同事做朋友？其实是有的，只不过说我们去控制一下这个度，可能是说不需要太亲密啊，这种，这个能明白吧？所以我自己的观点是取中间的，也就是说稍微复杂一点。我的观点就是，上班的时候可以交朋友，但是呢不要去影响工作，这是我的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点就是说呢，我们同时也需要有一些好的朋友，不是我们的同事，这样呢我们可以和他们随便去吐槽任何东西，你就不用担心了。不用担心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你上班的时候特别不爽，你觉得你老板榨压你，就是给你的工资，以前我老板给我的工资很低，或者是说总让我去加班，我就觉得很不爽。妈的，我一到礼拜六礼拜日的时候，我就把我手机给关了，别他妈让我去讲课。我那个公司总让我周六日去讲课，我当然很不满了，但是我没有办法去跟我的同事说，你知道吗？如果和我的同事说的话，万一我的同事告诉我老板怎么办，我这工作我就不要要了。所以呢，你最好是有一些，但是我可以和我的好朋友说，我的好朋友跟我不是一个公司的，也不是同一个领域的，我就可以和他说，现在教育培训机构怎么压榨了，怎么压榨老师，收学生很多钱，好几十万，妈的给我们就一点点钱，就几千块钱，我可以跟我的其他的同学，就是其他的朋友说这件事儿，所以这样就会感觉特别放松。所以这就是我自己取中间的那个点。然后这个结构叫做 REE， 简单跟你说这个 REE 的意思啊，实际上我把这个结构稍微改一下，就是一个段落写两个原因，我把这个改一下啊。好，这个课件的意思就是说呢， body one 的时候有两个原因，然后 body two 的时候也是有两个原因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整篇文章，我们来看一下整篇文章的一个解释啊。然后我们接下来下面一步，你就是要分析的话，这两个观点哈，我知道是 both views 的题目了，也知道说我有两个 body 段落，每一个 body 段落的时候，我要去讨论一个观点。那我们具体来讲，这每一个观点要怎么去讨论？比如说，我看第一个观点就是，工作可以给我们不仅提供收入，还可以有一个 social life。 同学们，你不需要去讨论这个收入了，为什么？因为他的下面另外一个人的观点的话，就是说你最好是在其他地方找这个 social life。 所以你可以看这个题的重点是 social life， 不是 income， 所以你不需要再去讨论 income 的。那实际上我们要讨论就是工作可不可以给你带来 social life， 那完全可以。那这个是属于什么类型的一个逻辑？好，这个逻辑我们叫它 AC。 什么叫做 AC？ 就是说前面的一个原因怎么样去导致后面的一个结果。比如说这个就是有些人认为我们的工作可以去他前面这个原因就是上班，对吗？那这个结果就是交朋友。为什么我这个字毛的那么小啊？我想办法给你们弄大一点啊。可不可以放到14啊，这大一点了啊。好，具体解释就是说 A 就是我可以给你举一些例子啊。比如说我有两个点，那第一个点呢就是我
第一个点就是公司组织很多娱乐活动，比如说周末的时候带同事带大家一起去打篮球，这样子可以给，那这样就会给我们很多机会去了解同事。所以这样你是不是就通过一个例子，通过一个小点去解释了上班怎么样去交朋友，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具体解释了上班的这个概念，上班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娱乐活动啊，所以就给我们交朋友。我稍微去解释一下这个交朋友 social life， social life 就是和你的那个些同事更加去了解他们，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小点。那我的第二个小点就是呢，我们也可以除了依赖于公司组织的这些活动以外呢，我们也可以利用一些休息的时间，午餐等，和同事聊天。比如说呢，这样也可以让我们去多了解他们。这样 C 我就写了，可以让我们多了解他们，你怎么编都可以。实际上 C 就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表达这个 have a social life， 你随便编一下就可以了。这题目不是特别难，你们觉得难的原因是因为这个题你从来都没有见过，但是实际上在我们生活中每天都发生啊，同学们。你想你自己上班的人，我们都挺大的了，都是上班的人了，上班人的话你都应该知道，你上班的时候你喜不喜欢，你公司里面经常会组织一些娱乐活动啊之类的，对不对？好，开年会啊之类的。所以这个时候这是第一个段落，我就写了这两个小点。第二个段落他说的是，第一个段是 AC， 你记住就是什么东西一定要导致我们去聊，怎么样去导致我们去有一个 social life。 然后下面一个第二个段落稍微有点不一样啊，第二个段落的时候让我们去讨论的这个重点就是说 It is better for people to have a social life with people who do not work with others。 好，Who do not work with us。 好，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最好是在工作以外的地方去交朋友，能明白吗？而不是在那个工作以内去交朋友。实际上让你去讨论的就是在工作里面交朋友，就是拿同事当朋友这件事情的弊端是什么，对不对啊？好，那你就想说上班交朋友的弊端是什么，它实际上是属于我们那个就是关键词逻辑关系里面的 A。 好， A 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给你一个关键词让你去说利弊，那这个题就是让你去说弊端，你可以说任何弊端，比如说交朋友的话会影响我工作呀，交朋友的话可能会让我没有办法放松娱乐，就是我刚才跟你说那个点，对吧？好，我这里面有两点。第一个点就是说如果和同事尤其是老板关系太亲密的话，那上班被骂的时候可能会很不爽，对不对？就是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哎，怎么本来我们是好朋友，中午吃饭的时候还很嗨，怎么到下午的时候让我干这些工作，然后如果我干不好的话还说我，你就会觉得很不爽。这实际上是影响你的工作，你没有办法合理就去分开你的 social life 和你的 professional life， 这是第一个弊端。第二个弊端就是如果和同事出去玩的话，你的同事可能会说一些和上班相关的事儿，所以你就没有办法玩得特别爽，能明白吗？比如说你和同事在一起，或者比如说吃晚饭的时候他总是提跟工作相关的，妈的，但是你特别想稍微休息一下，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就会觉得就不是特别开心。所以我自己从来都不和我的同事，我是属于这种类型的，我从来都不和我的同事下班的时候有任何关系，因为我觉得工作就是工作，休息就是休息，我休息的时候我再看我同事我疯了，我看他我就想工作，所以我都不会所以这就是两个点。好，我们说完了两个包地段，我再来给你去解释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包地段的时候它的逻辑关系核心词一个就是工作，对吧？还有一个就是 social life， 让你的解释的是工作怎么样带给我们 social life， 所以这个实际上是解释的是 A 怎么样去导致一个 C， 那工作就是 A，C 就是 social life， 所以让你去解释这样一个因果关系。那第二个段的时候写 body two 的时候让你去解释说你的 social life 就是把同事当做朋友的弊端是什么，所以相对来说第二个body段会比较简单一点，第一个body段会稍微难一点。那我们今天呢就要讲这个第一个body段啊。我们来看一下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就是模板句。我跟你们说啊，你们那个 boss you 的题不用想太多，你们知道吗？我已经试过很多次了，我考了很多次试，我每一次都去考。我之前特别紧张的时候你们知道吗，就是我写什么 background 写妈的一大串的时候我成绩都很低，但是如果按模板写的时候要么就是七，要么就是7.5分。如果去考的话，就没有太低的时候。所以你们大胆用模板，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很多学生用模板都是7.5分的，就去考就是7.5分，不会有任何问题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introduction 段啊。There are conflicting views about whether it's more beneficial for people to socialize with colleagues outside of the workplace。好，首先来看一下这句话里面需要注意的几点啊。首先 ，whether 后面跟的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我再说一遍 ，whether 后面跟的是一个完整句子，所以我写的是 it is more beneficial for people to socialize with colleagues outside of the workplace。也就是说，你是不是，或者你可以说 in the workplace， 或者是 outside of the workplace 都可以。也就是说，或者你也可以写说 whether it is more beneficial for people to socialize with colleagues。哎，我不对，我这个应该有一个 or。我这应该是这样的 It is more beneficial for them to socialize with colleagues or with those outside of the workplace， 就是和其他的同学、其他的朋友。我为什么没有写 or？ 脑子出问题了。好 ，both sides of the argument will be discussed, followed by my own perspectives on this matter。你可以写 perspective， 也可以写 perspectives， 没有关系的。不要再问我这些加不加 s 的问题了，这都是可加可不加的啊。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 reason， 第一个 body 段两个 reason 对吧 ？body 段的 topic sentence， 上次跟你们说很多次了，去复习一下上一节课。我跟你说，一定要去保证你的那个关键词是和题目的关键词是对应的。这个题就是 advocates。Who believe that people can build connections in the workplace may have the following reasons. 让我们来看第一个 ABC 是怎么写的。第一组 ABC， 什么叫做 ABC？ ABC 就是去解释这一个原因具体的词组。我们叫做 ABC 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表示的逻辑关系，表示说 A 动作发生之后就是有 B 的结果， B 的结果发生之后有 C 的结果，方便你去更有逻辑的去连接它，这样你 coherence 和 cohesion 分数肯定是高的，而且 不跑题， task response 也高，所以你们才可以总拿高分啊。我们来看这个啊， Many companies usually organize social events and activities like team dinners。 因为想说，哎妈的老师，这个题怎么没有 B 啊，没有 B 的原因说过很多次了，我说 AC 的题目可以不写 B 对不对，直接写这个结果，然后我们用例子去具体的解释，因为 AC 的题特别不好想 B， 你直接把这结果写复杂一点不就得了， deepen、深入对吧，加强同事之间的了解 with each other。 你想了解什么呢，你再编嘛，了解 personalities， 了解你的性格，了解他们的一些兴趣，还可以怎么样去 expand your network， 就是把你的那个 network， 你 social life 全部就是关系网给它去 expand 掉，把它去扩展开。好，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公司 has been hosting a weeklyweekly basketball game。 我们公司一直都在去举行一个每周都有的这个编的啊， 我们公司没有，我们公司都在不同的国家，都有一个 weekly 的 basketball game。 然后这样子的话，这个 event 就是 has been providing chances for us to interact with coworkers， 对吗？一直都给我们提供很多机会去和我的同事去互动，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去形成 intimate personal relationships。 你们经常说，老师这个题 ABC 里边没有，课程里面没有这题怎么办？那我问你，和 relationships 相关的我们学过没学过啊？学过没学过 form, establish, build intimate personal relationships， 那就在你们的课程里面的第二组 ABC， 然后就付费课程完整版本课程的第二组 ABC 里面，第三组的 ABC 里面讲 communication 那一节课的，还有 interact 也给你们讲过了，所以你直接借鉴一下就可以了。 expand your network 也讲过，全部都讲过，借鉴一下就可以了啊。然后这边的 recipe 实际上就是固定的句子结构，也就是说每一次哎我去解释原因的时候，我都用这个句子结构，你就不会出错了。你看这里面只有两个点，对不对？所以你直接用一个 which 就可以了，不用 stick 住那个。很多学生都说老师会百分之百跟课程的 recipe 一样，不用的。好，你可以随便用，你就想说哎这两个怎么样把它结合到一起，那直接用 which 呗，那就 which deepens， 这样就可以了，一个定语从句。然后 for example 直接用我这个例子就 OK。然后第二个 reason 的时候，你看我都没写。第二个 reason 我告诉你为什么没写那么多，因为第一个写完 example 就已经很长很长了。我跟你们说过吧，我说很有可能你的有 example 那个点写很长，所以你第二个点就会写很短很短。我写完这个 example 的时候，我的字数已经很长，我一看这 example 解释半天都写这么长了，所以你最好把第一个 reason 写 example 的。听好啊，最好把第一个 reason 写 example， 这样好控制字数。第二个就写很短，写很短我就写了一句话 ：Connecting with workers can also be done during business hours， 对吧？然后我怎么样呢？这样子说，我就给另外一个 example。We can share personal stories with coworkers over a lunch, a coffee break, or during commutes。然后我们现在来重新来去看一下这个 ABC 词组有什么好。第一个就我跟你说那个不跑题有逻辑。第二就是它里面有一些精准的词组，比如说。你拿笔画一下啊 ，social organize social events， 然后下面这个 deepen understanding of each other， 然后后面 expand their network， 然后再后面 host a weekly basketball game， 再后面 provide chances for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再后面 interact with somebody， facilitat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form intimate personal relationships. 好 ，intimate 的意思就是 close 的意思。如果你不想写 intimate， 你写成 close 也是对的。然后再往下 ，connected with others， 你会看到我这边就写的是 connected with coworkers。为什么写 workers？ 写 coworkers 也对啊，我觉得 coworkers 会更好啊。然后 connect， 我这边用的 connect， 我这边就用的 interact。我好像还有一个地方用的是 communicate with， 我记得是，就用一些不同的词组嘛。We can share， 对吧 ？Share personal stories with coworkers over a share some 这个 over a lunch 实际上就是 during a lunch 的意思，但我没有用，我觉得 over 会比较好一点，会比较准确一点。Over a lunch， 然后 during commutes。这些全部都是每一句话都是由动词名词这样的词组去 组成的，所以这样才会比较准确，也不是比较准确，因为 它会看你的 collocations 七分以上的时候。好，我们直接看一下这个 body 段了啊。Advocates 第一句话我们不看，我们看 first 的第一点。Many companies usually organize， 实际上我把那个 A 抄下来，你会看到 which， 这个 which 很逗啊。也许人说老师 which 后边我主要加了一个 can， 我就不用想这个 depend 再加一个 as 了，你说太对了，你看我这边就加了一个 can。 如果你加一个 can 的话，你就不用去考虑下面这个动词啊，这个 depend 这个动词到底是加 as 还是不加 as 了，因为 can 是一个叫什么情态动词，对吧？那 can 的后边肯定加动词的原形，看到了吗？ deepen 这边肯定是加动词原形的，所以这样子的话，你最好加一个 can 啊、would 啊，之前的学生都用这个小技巧啊，就会 deepen， 直接去抄下来就可以了。For example， 抄下来，然后 furthermore 这边呢 ，For example， 你会看到这个句子，我用了一个 which， 又用了一个 which 连接，我这边就用的是 has facilitated， 看这边吗？给你打在这边，对吧 ？Which has facilitated 这个。因为是 which has facilitated， 因为这是一个完成时态嘛。然后这边 furthermore 写的是第二点， connecting with workers can also be done during business hours. We can share personal 什么黑色啊？ We can share personal stories with coworkers over lunch. 你也可以把这个改成 coworkers， 把这个改成 we can share personal stories with them 就可以了。好，如果我们付费课程同学的话，学第二种啊，第二种是我们学过的强调句，你们自己看一下就可以了，反正你们都学过对吧？看一下就可以了。如果你是免费课程同学的话，这个段落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我今天重点讲这个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敢保证这个里面除了那个 intimate 以外，没有任何生词是你不认识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或者是那个 facilitate 你可以改成 help， 明白？把 facilitate 改成 help us form intimate personal relationships， 你可以把它改成 which has helped us， 然后后面就不要写 to 了， form close personal relationships， 这样你会看到的话，这个段落是没有一个生词的。可是它没有一个生词，但是它肯定是 7.5 分以上的文章，很有可能是8分的文章。八分真的是靠运气，你知道吧？就是有可能是八分的文章，7.5分到8分之间的文章。好，原因就是因为，就是你可以看到说，我每解释的一个点的时候，我都解释的很低调。你不会说看了这篇文章之后，哎，我很 confused， 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你不会的。而且逻辑是这样的，你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好，第一个实际上是公司在主动去 organize 一些 events 的，第二个是你自己去以另外一种方式，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两个原因 they may have the following reasons， 这两个原因，一个是说是公司去 organize， 是不同的方式，一种就是参与，对吧，参与活动，一种就是你随便比如说 during break 的时候，所以你会看到这两个是没有重复的。但是如果你第一个点说是公司去组织活动，你第二点再说公司组织活动，比如说你这个点说公司组织活动，你第二点说是公司组织年会，那你就会发现这两个点是 repetitive 的，那我肯定会给你低分，你有可能会拿 6.5 分，也有可能会拿7分，这种就是可以 6.5 可以7的，能明白吧？好，那我们这节课就讲到这边，然后你记得去下载这个课件啊，点那个链接到那个网站上面就可以下载课件了。然后我们现在在那个优酷也会传视频，但是会晚一天，就是YouTube 还是 YouTube 第一， YouTube 第一的话，然后方便你们看嘛，然后优酷的话会晚一天，然后邮件的时间就是还是和上周一样，是墨尔本时间的每天早上7点的时候，我希望你们早上查邮件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我的课程，每天积累一点点 ABC 就可以了。然后记得去那个关注那个 YouTube subscribe 一下的话，这样我每传一个视频的话，你们马上就可以收到那个 notification。然后希望你们今天读完这个段落之后，可以对高分的文章有一些新的理解。如果你可以学到一些东西，或者有一些新的理解的话呢，你可以给我
在下面留言或者是给我回一个邮件，因为我觉得最近发邮件你们都没有什么反应了，以前发邮件你们都会给我回一下你知道吗，最近你们没有什么反应，我就会觉得特别没有安全感，感觉没有人在看似的，但是会看到每天 subscribe 的那个人数会越来越多。好，那我们这节课就讲到这边，然后你记得明天的时候查邮件啊，明天的时候查邮件那个去学一下这个文章的 body 图，虽然会比较简单一点，但是也是要学一下的。